润起来。大家都很厉害呢。主打一个沉浸式化妆。咱今天就主打一个顺其自然。OK 吧 ？OK。你觉得要不要平一点再？我觉得可以啊。真好看。这个好看。转圈圈的了，快快别说话了。好，要是最后的名额满了怎么办？我得赶紧的。那就是要让你的眼睛出现一缕吉祥之光。呀，这是龙年的限定版。不买，买根本买不到。你看有多美，你看你照照镜子，这个多好看，自己拿镜子看一下，你看有多好。你看，哇塞！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我希望老师能看得到。我觉得先打动评委，先把自己打动吧。哎呀，不限时间，着急。我倒是不着急。哦，我以前来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。那我们先复一下盘呗，要不？多少个了啊？数数啊，三、四。我这个没明白，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能拿断层第一？就是说，他的第一和第二名差的距离会很远，是这意思吗？断层第一。为什么你能拿断层第一？就是说你最后那差大了去了，第二名。大了去了就是。大了去了，一个悬崖之上，一个悬崖之下。来吧，赶紧的，找事吧，快点。怎么还不到、啊？请59号受益人前往张雨绮考核间。加油！我叫小远，今年21岁，自由化妆师，从业有5-6年了。我觉得我做的不只是化妆，我希望做的是一种视觉化的东西，去描述不同的故事，而且我希望给大家带来是一场梦境。我希望让我输得心服口服，因为我接下来就是我要做断层第一的。先介绍一下自己和作品阐述。好，老师好，我叫小远。相比化妆师，我希望我可以称作为视觉创作者。那我的灵感更多是来自于自然万物，我会喜欢更加跳跃，我的风格比较叛逆一点。那今天妆的灵感是夜雨，什么？夜雨，什么？夜雨，夜晚的雨。晚上夜雨。夜雨。哦。晚上的雨。我们揭晓美丽时刻。喂，没事吧，老姐？不是吧？喂，没事吧，老姐？没事吧，老师？没事吧。酷。你先来啊，我缓一手。你这个夜雨啊，哈，就是一个黑色，加上这个珠链，像是晚上下雨淋湿的过程。嗯，我是觉得黑色啊，我们能理解，但是黑色是没有变化的，我就觉得有点。他如果是个渐变呢，就没有让我，可能会，可能是那个，可能平常拍杂志，可能习惯了是你做完一个妆就立马拍照去做这个东西，那昨天可能模特等时间没有久啊，妆也化了，然后钻被黑汤流了下来，然后我看到模特之后，我心都已经凉透了，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很惊悚，我现在都不是很想回忆这画面。为什么觉得自己能拿断层第一？现在不能，但是我的觉得我在化妆的一个想法上，我会跟别人不会有太一样的点，因为我会希望别人能进入到我的妆，给别人一种梦境的感觉。我希望他不只是说 OK， 你看这是个妆，它是有眼睛有鼻子，我希望你看到是一种视觉上的一个变化。我不太好解读他的这个妆，其实呢，还有一个妆。单纯的化妆的妆是一个女啊，还有一个武装的妆，那是一个整体，
所以我觉得你既然有这么个性，有这么有创意，有这么有想法的话，就不应该是穿一个牛仔裤展现给我们，而且它断了，真叫断崖式。你现在你站到我们这个角度，假如你是评判，就这个状态摆在你的眼前，你会给他什么分？会很单薄啊，很单薄，视觉感是很单薄的。对了，因为我确实在考虑的时候是只考虑一张定妆照，我没有考虑说他可能会看整体，所以这是我可能欠缺的地方吧。既然你有那么高的境界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，应该是他的整体，你才能成为一个更棒的。但是陈老师，你知道，就是他这个年纪，你2002年的对吗？2002年在这个年纪，就是他有这种想法和愿望去表达，他对我来说起码是种震撼，我谈不上美感，但是真的是震撼。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精彩的画面出现了。我的个人观点啊，就是你能够，你很年轻，机会很多，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，再努力去创造一些更好的一些妆造，再次进入这样的一些环境做挑战。我是觉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还是想，对我还是想，因为看看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在。我个人断定啊，因为他的年龄和阅历还没有真的能付给他那么深的那种能力。哦，哎，我们俩还是产生一点点分歧。我们要想一想这个问题。他的创意有点过于简单，而且他的内心的叙述比他实际动手的能力要过一些，动手的能力要弱一些，所以说我是基本上给了一个保留意见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给这个选手一次机会，那我想看他下次该怎么来吓我。就是我觉得吓得我还不够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我们是给两种可能性嘛，一种就是那种毋庸置疑你一定要给的，一种就是可能给一些有无限可能性的。我会在下场有更好、更完整、更加让大家有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这一场没给我们。对，你怎么补给我们？如果下一场没有的话，我可以离开。大权交给你了，由你来最后的决定，我们的努力。现在我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留你一手，我个人我想把你留下来，因为我想看更多有视觉冲击和有内容的表现力的东西，有张力的东西，就拿出2002年这个年龄要做的勇气和态度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你要加油啊。你一起吧。一起吧，一起吧。感谢雨琦老师的偏爱啊。加油加油。好。